我有参加去，吼、哦，啊，想袂到讲，竟然有甲140个伫咱台湾去，啊，有10个是伫日本当地，拢总有150个，啊，真稀罕的，就是讲，咱去迄个靖国神社参拜，互咱的主席去遐致辞，吼、哦。去遐，啊，予咱的法师去遐超度，佮予咱请咱食饭，这是整个新社将来毋捌有的，哦，所以讲这是一个，嘛是咱一步真大步的这个进展就对了哈、哦。啊，搁再讲，搁再。咱去迄个向迄个日本天皇致寿的接受的这个地方哦，是唯一有两面国旗，一面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国旗，一面就是日本的国旗。所以讲这也是历空前历有的。所以讲这应当是咱打出征。一大真大部位吼，啊，伊就是日本国会议员来甲咱安尼真专程吼，啊，甲迄个京都市的议员拢专程安尼甲咱斗三工，甲咱互咱完成这個任务安尼。哦，以上是我的做简单的报告吼，感谢大家。多谢林局长。梨花东都林部长，后来要来请咱的台北州州长曾静元曾州长，请。谢谢哈，各位同心大家好。我叫阿元啦哈。啊，我即届原来有去这个日本吼，啊，拄仔有大家有讲着讲，这个，甲天皇拜寿的时阵，压两支旗啊，现场两支旗啊，啊，就阮旗甲咱即马现场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吼。啊，开头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路中就迄个回收桶啊，啊，日本旗台拢甲淡淡着吼。啊，阮随后你看安尼吼，桶啊真济吼，内底无一支是咱的旗啊。咱的旗仔台拢炸转去，啊！其实咱即马手提迄本簿仔吼，嘛伫会迄三路会堂的时阵，拢去用提去吼，啊！迄社会所堂内底嘛无一本，拢找无啦。你表示讲什么哈？表示日本人伊基层的这老百姓对咱有兴趣，吼、哦、有兴趣。啊！伫咧这个靖国神社的时阵有开记者会吼。即 NHK 的记者，伊有讲要来确认一件代志，讲咱今日要分的这个身份证吼，是毋是伫 AIT 来的？哦，啊，即林志伟会派人来确认这个事情哈。啊，现在伫遮来吼，伊若确认着吼，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影响。NHK 伫日本是有真大的影响力的哈。啊，过来就讲，一个记者会现场，啊，佫有三个日本的杂志社的记者吼。啊，其中有两个记者，伊建议咱吼，爱去做这个超筋的运动啦。伊听起来真有理啦，感觉讲咱爱去遐做超筋的运动。吼、哦，啊，就讲你看这个天皇遮的老百姓的兴趣，甲记者的建议吼，你就知影讲，啊，搁一条吼，就讲这伫议会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民主党的一个真少年的议员吼，伊讲要退党，伊讲民主党拢无退这个日本伫拍拼吼。啊！伊大声要推动的时阵，伊毋知影要做啥吼。啊，听到咱迄工去遐甲介绍了，伊知影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啦。吼、哦，这是议会迄边的反应吼。啊，过来就讲，今日咱要发这个身份证吼，可能较中昼遐会开始发吼。啊，这个物件以后的功能吼，咱秘书长甲咱讲过，可能会免签证、免面谈啦吼，去美国会用免面谈。啊，以后可能会发展到免签证的这个程度了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物件真重要，等于是讲，咱伫审查的过程吼、
一定要确实吼，袂当凊彩，啊无后工就去用拍枪吼。即讲今日欠迄个证件的人吼，暂时吼，就讲等你补件了再发这个身份证落去啦。啊，过来就讲，就这个今日若摕到这身份证了后，大家会去试嘛？有可能有人去试，啊试呐。即嘛是咱家主管的确定讲，啊这个有效。啊，若试了，若是真正有效，先可能会新闻会报出来哦。啊，报出来了，你个情况咩？今日就遮济人啊吼，你当阵偌济人来申请？哦，咱即嘛可能在准备这件代志来，就讲做申请这件的程序吼，可能各州爱小寡派人来受训吼。迄、那个阿刚的要确实审核了，啊无你发出去美国，等下美国要一期安尼吼，啊美国会甲你。哦，这个后果严重吼、哦，所以伫遮今日然后或者因为欠惊无摕到新闻一个人吼、哦，我先甲大家报欠一下吼、哦。好，啊今日我报告到这，好、哦、谢谢。多谢曾州长吼、哦，我特别甲介绍一下吼、哦，伊是本来吼、哦、台北树林地检署的检察官呢，现任的呢，死掉，加一面政府非常勇敢呐。这么好的指标吼，甲失调呢。伊讲吼，我要加入台湾民主，才是正确的。我再一摆，甲拍好啊！多谢。不过吼，咱要来请咱的新竹州的州长